游玩时间11:24，怎么突然多那么多呢？我花了大概快7-8个小时的时间都在打麻将。我现在麻将已经会玩喽，没有像第一次打麻将的时候那么烂了。那牌型都不知道就开始玩了，我现在稍微懂那个日本麻将的规则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？哎呀，今天要干嘛？把小喽啰解决掉了。我今天呢，我想要继续在街上逛一下，看有什么好玩的支线任务。想说多过一些支线任务，我们再来过主线。什么声音？哪里？哦，这里吗？哇，这一定是支线任务。殺すのはまずくないですか？救命！你怎样？有意见吗？去阻止吧！欺负弱者算什么好汉？我来奉陪你们一起上吧！你说什么？少给我嚣张，臭小子！やんのか。对，去！达成成就了。来看一下是怎样的支线任务。对不起，以后不敢了。谢谢你得救了，你好强哦！这个给你，瑞士制高级手表，啊，这么好。真棒！然后我看到这边有东西在闪闪发亮，像有什么东西。又拿到一把钥匙，停车场。哇！哇，这车子感觉很贵哦，可不能踢它，好可惜哦。这边，哪边传来的声音呢？这个醉汉是故意想要来让我撞吗？现在在讲话的那个女生在哪里啊？会在这个巷子里吗？去看一下好了，这边冠军巷，果然是这里。救命啊！你这样好戏才要开始呢，少来乱哦！再来阻止吧。碍眼了，乖乖回去，我就放你们一马，一马放你一马。你说什么？少自以为是英雄了，死小子！那女的就突然消失了。这边哪时候多一个路人？哎呦，痛痛痛痛痛！平时还在那边踹我，以后不敢了，对不起。得救，谢谢你。你要给我什么？刚才那个人给我手表，你至少要给我个钻石吧？银手链。
积获得10000经验值。击退稀有姓氏的人。击退稀有姓氏，居然还可以拿到成就。到了事件的声音。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！救命！你看什么看？你也想被贬吗？啊！来去阻止一下。哎，看起来又可以拿到一只手表。撞墙！奥村！切！再也不敢了。拿到什么？手表变成饮料。算了，实用品。哎，他居然叫我闪边去！我以为他要叫我帮他拉个车还是什么的。哦，这边爵士乐。哎，可以进去、啊。这是什么店啊 ？Vincent， 欢迎光临。哦，这是喝酒的地方。这边该不会可以打撞球吧？欢迎光临。啊？来，我们来玩一次看看吧。撞球难题，就是即使撞球打不好的人，也可以随性使出高超球技的单人专用玩法。规则是面对预先设计好的特殊状况，将目标球一次打进纸袋球袋中。推荐您一定要玩一次看看哦。我觉得我们先玩一般的好了，居然连撞球都有。初级九号球规则，哇哦，撞球我也是不太懂哎，糟糕了，来个九号球规则吧。九号球，我记得我大学时候朋友有教我，就是反正就是从一号开始打，打到九号进去嘛。撞球是以叫做 Q 的球杆撞击母球，使撞球台上目标球。好好，这个我知道。比球 ，OK， 这部分我还知道。刚把他推到底，所以打很大力。好，这看来也是需要习惯一下。
哇！好哦，可以改变视角。这个试点可能比较适合我一点。哇，要用两个类比摇杆来控制，这有点难以习惯。他先攻嘛，一号是黄色那一个，哦，被挡住了。どうした？要哇的是我吧？对对对，我要打这样。一号，稍微，哎，这样会不会撞到橘色啊？就这里了，应该轻轻的就好。我希望我会控制力道。啊！白球进去了。哎，我刚才轻轻的用，结果他没有反应，然后我就用很大力，他就整个飞出去。可恶！やるじゃねえか。力みすぎだぜ。天哪，这个位置怎么打？我觉得我要先学会怎么去操纵那个力道。是要这样子吧？嘿，嘿，嘿，我也不错。哇，还有 replay， 其实我只是乱打的，他就刚好进去了。三号，所以我应该是往这个地方给他打下去的。好，就这里啊，应该大了一点没关系吧。哇，太小了。好，我还在试那个力道，因为他是要用类比摇杆这样子去推，有点难。耶，你也进去了哈。Don't mind, don't mind。どうした？耶，换我了。选择击球的位置，我要放这里，这样我比较好把它推进洞。嗯，大概这样子吧。应该吧。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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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我需要习惯一下。いい調子だ。啊，四号粘在一起，往这个方向大力的给它垂下去好了。
这个 NPC 我选弱，结果他真的好弱。力みすぎだぜ。还好我有玩过红白机版的撞球。阿力。啊，哎 ，no no no no！ 啊！你的力道控制有点难，绝对不是我不会玩。負けてられねえな。哎，我刚说他弱，结果他就马上给我连击好几球。やるじゃねえか。没关系，九号球的规则就是谁打进九号球谁赢嘛。負けてられねえな。所以他这边打再多也没有用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哎，不要哦，不要哦，不要这样子哦。对嘛？好，反正只要打进这颗球，我就赢了。どうした？你看，听那个童声的声音就知道，你是胜券在握的。打下面一点点好。有有耶耶！我跟你讲，就算是侥幸的，也是我赢了。悪いな。悪いな。就算趴数我比较低，我还是赢了。打进九号球就赢了。这我一直需要800元。有没有看一马开心的在那边前前后后、前前后后的握拳？算了，玩一局就好。好玩的，好玩的，有麻将可以玩，又有撞球可以玩，这游戏真的是太值得了。谢谢惠顾。后面呢？不会可以玩飞镖吧？这个，你要玩飞镖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再来玩一次，玩飞镖。游戏规则还请你询问工作人员。哎，飞镖规则我就完全不知道哎。这是什么啊？我完全不晓得。虽然我知道那个有看过猎人奇牙在那个跟敌人在那边用飞镖，可是我也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这个我先随便乱选，因为我完全看不懂。301501701901。好，01的玩法，这种玩法会将最初的分数。跟您射中的分数相减，最后要刚好减到零。哈哈，扣分超过剩余的分数。心恨双把心都视为50分。好，糟糕，我没有看那个说明，我就进来了。浅田健，哼，看这个自信的眼神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这怎么玩？现在分数是多少啊？301嘛。301，所以我要射到中心是50分嘛，所以我们要减到50。301怎么减？可以减到五，减到零啊？
是瞄准中心，瞄准中心。十八，哎、欸，这有点难哎。呼吸，呼吸。一，结束。啊，差一点。来操作这个地方。一，射手，嘿，这是对手，这不是我丢的哦，丢那么差，这绝对不是我。好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继续以中心为目标吧。适应一下一马的呼吸，一二，接受，哎，哈哈，哎，这很难哎，我在那边算那么久，看你是不是呼吸有点急促，为什么手那么歪？你一定要这么歪吗？一，哎呀，没关系，我们只要能拿到零就好。我们想要再射一次五十，好，差太远了，一八一。比起我啊，糟糕了，我现在输给对方，所以我只要像电脑那样子 run， 随便丢这样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丢二十吧，二十比较好瞄的感觉。这，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他的手会晃来晃去，这实在是好。哎，怎么都丢五分？好，那我们就稍微往旁边一点。哦，我觉得我不行了。电脑那边乱丢，好像都快赢过我了。不行，这样我至少要再丢一次五十分。嗨，哎哎，刚第二发我还没瞄，他不小心丢出去了。哎，那个是几分啊？那算红心吗？哎、欸，他也丢到五十。六十四，他还有二十八，可以。这我一定要再丢到一次五十啊，不然赢不了。有了，四十三，那我们再丢一个二十好了。投入这个位置吧，然后再一个二十，应该没有二十三之类的吧，那就一样丢二十，这样我就只差三分了，我一定可以赢的。啊，歪掉了，
啊，糟糕了，他是随便射一个就赢过我啦！爆爆爆爆爆！输掉了啦！やられたな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至少学会怎么玩飞镖了。请问您是第一次来本店吗？是的，怎样要我叫我办会员卡吗？呵呵，谢谢惠顾。如果不嫌弃啊，请收下这个普通飞镖，应该比店里面用的备用飞镖好用才是。嗯哼，为什么不早一点拿出来呢？